哎呦，对，是，哎呀，闺蜜上面全是是。有火把节呀，你没去玩？没有去玩呀？是你妹妹也跟我说了，她说你有时间的话，她说，我们一起去看一下那个火把节什么的。然后刚刚给我发的消息，我说我在直播，而且从我这边去她那边还是有一点远嘛。谢谢送的热气球，感谢谢谢。对，是一家人，对对对。谢谢，感谢我梅花姐姐，谢谢我梅花姐姐送的热气球。小东在忙，过段时间你们就能看得到他了啊。小东在忙，而且他自己的事情那么多，对不对？咱们要给他一点时间，他有空的时候会给大家直播的。谢谢送的小心心，一家人都要骗什么呀？友友支持你，我真的说句实话啊，特别感谢我直播间的每一位家人，一直以来对我的不离不弃，确确实实的啊，包括很不管别人外人怎么说我，或者是怎么说我，或者是各种来诋毁我什么的，但是我直播间的家人始终还是不离不弃的陪在我身边。真的，真的，非常非常的荣幸，永远支持你，谢谢支持，谢谢我直播间的家人们的支持，谢谢，感谢我娘家人啊，谢谢东家人，谢谢，不管是东家人还是娘家人，始终还是一家人的嘛，谢谢谢谢，谢谢来到直播间的家人们，谢谢你们。谢我微笑送的小心心，感谢我微笑姐姐，谢我微笑姐姐送的小心心。晚上好，欢迎。对，我们也可以，咱们进来的朋友们没有关注我的，我们也可以关注点一下啊，可以关注点一下，然后头像旁边有个黄色的爱心，我们也可以加入那个粉丝灯牌。娘家人和东家人永远支持你，谢谢，谢谢娘家人和东家人，谢谢你们，确实。眼膜有点模糊似的，没有吧？有吗？是不是我的这个镜头的原因啊？因为我擦一下，我擦一下啊，家人们。好点没有？现在好点没有？太卡了吗？那你们刚刚不是说不卡吗？对不对？刚刚不是说不卡吗？怎么？哦，是因为我没有擦镜头，我就开播了，应该是这个原因，有好多灰尘在那个上面。嗯。哦，不卡就好，不卡就好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那这样子，咱们能不能把赞赞再点一波呢？刚刚点的，我又出去开播了。家人们，我们先把赞赞点起来，好不好？因为这个赞赞点的多，那官方就会给我们推流，也就是说，直播间人气就会越来越多，就是这样子的。支持丫头，丫头支持加油，好的，谢谢，一起加油好不好？也是因为有你们，所以我才会有那么大的自信，知道吧？就像刚刚之前有个人在直播间里面说什么不要太自信，什么小心点，那个人说的是一个道理嘛。那我这么多家人在支持着我，维护着我，我有什么理由不自信呢？对不对？如果说我真的一点自信都没有的话，那是什么？那我就给我家人们失望了，知道吧？对不对？嗯，
谢谢谢谢谢送的西西，感谢家人们打的正能量。对，那我这些其实我这些自信啊，不是我自己的，知道吧？我这些自信不是我自己有的，是我直播间的家人们给我的自信，这是实话。如果说没有这些家人的话，我哪来的自信呢？我肯定没有啊。你们觉得是不是这样子的？如果没有你们，我会自信吗？不会，我哪来的自信啊？越来越会说话了，也没有。其实我是嘴笨，知道吧？我不太会说，我嘴有点笨。其实很多事情我内心里面想的啊，我都能感觉都能说，但是我很多时候我用汉语怎么表达出来，我确实不懂。不太会说，我不会说话的。我说话比较那种，我性格可能我性格就是这样子的，虽然也不是大大咧咧的，但是说，说话比较直接，就是直来直去的，但是没有什么心机，就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你对我好，我也会对你好，就是这种。所以说，很多时候其实我更羡慕别人那种，对吧？心思重啊，心机重啊，这些反而还过得好。这样我们才喜欢。我知道你们确实是这样子的，但是很多事情嘛，比如说生活方面呀，什么社会方面各方面呀，不管你做什么各种事情方面的话，可能那些人会过得比较洒脱一点。但是唯一一点也就是说我确实没有那样子，所以说我拥有了这么多家人，这也是我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。小豆没有直播，家人们没直播，我怎么连他？他没直播。谢谢喜欢，谢谢喜欢。对，我不喜欢是什么？我不喜欢就是就是什么前面一套背后一套那种，我讨厌这种，知道吧？有什么就说清楚。有的人是当着你的面是一套，在你背后又一套，这样的人多了去了。比如说当着你的面哦，觉得怎么怎么样，然后背后又就是在你背后就是捅你刀子什么，这种人我就很讨厌，知道吧？我不喜欢，我也做不来，我也做不到那样子。我也讨厌别人那样子对我，知道吧？哦，当面是人，背后对对对，这句话说的对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这样的人多了去了，真的特别多。所以说我一有事情我心里面是藏不住事的，比如说有哪些不开心的，我不说出来我就会很难受，心里难受，知道吧？但是说出来之后我就会好，所以说我说话比较直，我也不会把什么心思什么事情都放在心里面，就是不开腔，不是那样子的。对，看不惯我的人真的很多，这是实话啊，这是实话，这样的人确实很多。但是没事呀，我们人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呀，对不对？我们也不可能做得到人人喜欢呀，我们最多能做的就是问心无愧就好了，做好自己就可以了，其他的没有必要去计较那么多。我堂姐给我发消息，我堂姐还给我发消息。
我妹妹在直播是不是？谢谢，感谢我蓉姐，谢谢我蓉姐。不是奥特曼吗？不是那个，是另一个堂姐，也就是我大堂叔的，哦，二堂叔的女儿。我妹妹在直播了吗，家人们？谢谢送的眼镜，谢谢。那我们去聊连一下他，聊聊天吧。我们就这样子干聊着也不好，就给他连个麦呀，聊聊天呀什么的。什么连什么什么？你们问的话，很多人问的问题都好奇怪呀，我有的时候我确实都看不懂，不想和他聊天。她是我妹妹啊，家人们，你们讨厌她相当于就是讨厌我一样的了，对不对？你们就是不喜欢没事，但是咱们不要去攻击他人好吗？喜不喜欢，喜欢是情分，不喜欢是本分，这个喜不喜欢的我们大家都左右不了，对吧？你喜欢一个人就是喜欢，不喜欢一个人那也没有办法勉强的嘛。但是不喜欢的同时，我们也没有必要去攻击任何一个人，你们觉得是不是这样子的？我也讨厌你，谢谢你，你讨厌我还来看我直播，谢谢，辛苦了啊，辛苦了。嗯，小豆没有直播，你们去看嘛，他在开直播没有吗？他没直播，他没直播，我们怎么连嘛？他没有直播，我没办法给他连麦啊。我现在不能。说的不是那个环节面膜吗？对。哦，我也在。我要是笑了就不行了。我也在敷这个面膜。对，挺好用的。对。你吃饭没有啊？啊？我说你吃饭没有？吃了呀，吃了才给大家开播嘛，我都好几天没直播了。嗯，他们都说我像鬼。嗯，他们给你开玩笑的。嗯，上不了车，上不了车。网络有的人在网络上喜欢乱说，对，确实，她是我妹妹啊。对面是我妹妹，家人们，你们没关注她的可以关注一下。谢谢。主要是他们觉得敷了环境面膜以后他们看着不习惯嘛。没事，敷面膜很正常的嘛，我敷了我也是这样子敷的呀。我只是现在在直播的时候，嗯，我只是在直播的时候没有给大家敷而已，我敷了也是跟我妹妹敷的是一样的。我妹妹我还要小心她干嘛？她是我妹妹呀，为什么要小心呢？不过说真的确实有点吓人啊。敷了多久了？才敷了7分钟。7分钟？嗯，还差8分钟。哦，那等一下8分钟的时候把那个面膜一拿下来，那就是大美女了。我打不开你的直播。怎么可能呢？姐姐在直播，怎么可能会打？谢谢送的眼镜，谢谢谢送的眼镜。本来就是美女是吧？伊丽姐是不是啊？阿伟晚上好。我们家伊丽姐说你本来就是美女。谢谢伊丽姐的夸奖，谢谢，谢谢方姐送的玫瑰花。哇，他们还去给你送玫瑰花了是不是？是的，环境面膜，对，他敷的是环境面膜，就是我一直在用的。一些送的你最好看。家人们，咱们娘家人去我妹妹直播间打一波娘家人好不好？不管是妹妹那边的人还是我这边的人，我们始终都是一家人，知道吧？是姐妹，是姐妹。对。你播了多久了？
我差不多7:30左右播了吧，我播了快1个小时了。哦，那还是可以。嗯。这有个静文说：“我是你的铁粉，不知莫把我隐私了。”欢迎梁家人，欢迎伊丽姐。没有啊，我没有拉黑任何人呀。对呀、啊。而且什么，你们就是不要误会啊，来我直播间里面就是，不攻击我，不带节奏，就是来各种说我的人，是我们管理员是不会拉黑任何一个人的。我们直播间管对，理员特别好的，他们只会拉黑那种一味的，就是来攻击我们的，他们会去拉黑，要不然他们不会随便去拉黑任何一个人。是的，哎，阿伟来了，他还给我送了42朵玫瑰花，这么好呀！这四十，这是咋的了？哎，被打了。别老说是你，从来没有是说妹过妹呀，什么。又没什么呀，对不对？难道就是妹妹都不能说的话，那就完了，真的。幺对三幺呀、啊，四，一生一世玫瑰花吗？不是，他就送了42朵，42朵代表有什么呀？不知道，猜不出来这个。真的假阿的？伟，你说一下你那42朵玫瑰花代表什么？四欢十迎二梁家朵，人，欢家人迎。们，42朵是代表什么呀？你们知道吗？我确实不知道。送13、14朵。四十二，1414我知道，1414肯定是一生一世的意思，但是42的话我就有点懵了。对，关注你怎么我失作为败？简单不姐姐可不能能啊，接这个话，新闻。他们说是爱死你，哦，死爱你，死了也要爱。哎，我发现我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们都是人才啊！说是死爱你。死爱你！什么都不死知道爱你？怎么理解了。没，不是这样子的，应该不是这样子的。哦，42朵表示死了也要爱。哦，哦，那这么说的话，阿伟是很深情的嘛？嗯，真的是这样的吗？我直播间家人们说的，应该是的。他好像跑了。确实，你们确定是这个意思吗？反正我不知道，死了都要爱你，哪有那么夸张呀？阿伟很深情，我也发现了，确实，他们俩感情还挺好的，真的不开玩笑啊！因为可能你们除了网络以外，现实中你们可能不知道嘛，现实中我知道的，他两个感情特别好。不要再说了好吗？然后我就不好意思了。这本来就是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是吧？是啊，就是能找到一个依靠，其实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呀。对，这句话说的很对。阿什莫太吓人了，他在敷面膜呢嘛，再过几分钟他面膜就可以撕下来了。还有3分钟，快了，对，还有3分钟。敷15分钟就够了啊，家人们，敷面膜的话。你是灯泡，我是灯泡吗？现在阿伟没在直播间呀，阿妈就说弟弟没跟你一起直播吗？没有，没在我这里。哦，他去上班了吧？嗯，怪不得。时间到了，他就那个取掉了嘛，因为现在时间还没到的嘛。对，
哎，我晚上发现好，欢今天晚上，迎。啊？我说今天晚上人特别少，哎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这边也是。对，今天是什么重要的日子吗？8月5号。我也不清楚，反正就是平常比平常少一倍。哦，我的起码少了2/3了。你的少了一倍，一半。对，谢谢送的眼镜，谢谢。礼拜六，礼拜六不应该是人多吗？为什么礼拜六人还那么少呢？我就不明白了。他们说礼拜六都出去玩了。哦，说一句就把别人踢出去，就当然少了。哎呀，你这个话说的，你们要是好好说话的话，没有人会踢人的，真的。那你觉得就是把别人踢出去的话，那你怎么还在直播间里面呢？对，是不是一个道理？现在就在我直播间里面呀，怎么踢你了嘛？对呀、啊，关于会今天，哦，怪不得啊，怪不得。什么？那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反正好像是一个什么什么会。嗯？我来打在我直播间里面，我看一下什么意思。有个什么人演唱会？怎么可能嘛！演唱会的话，那也是人家的粉丝去的。今天我想要乌之末为妻，这个东来东往。哎呀，那你得努力了啊！啊？怎么了？这有个人说他想娶你为妻。观音圣诞。哎，不懂。太懂这些节日啊，我也不懂。对，怪不得今天跟平常不一样。对，刚我开播嘛，开了好久了，都只有200多人、300多人这样。嗯，我都有点纳闷了，为什么人这么少呢？观音菩萨生日。哎，先不要说的那么详细。哦哦，我这么很美，我喜欢。哎呀，你喜欢他，我们很高兴啊！谢谢喜欢，谢谢喜欢。对，能够被人喜欢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，真的，说明你优秀啊，对吧？嗯。那肯定。我揭面膜了啊！现在在座的每一位，在我直播间的每一位家人，他们都是喜欢才会看我直播呀，是不是这样子的，家人们？好了。哎，又变回大美女了。哎，但是素颜好丑啊。哦，我跟你讲，素颜这么能这样子已经很漂亮了，知道吧？真的。你们发现我都化了妆了吗？我化了眉毛，然后涂了口红什么的。但是这个眼线什么都没有画，这些都没有画。你就是擦个口红啊。嗯。确实，给乌之末8.8万彩礼，我们这边彩礼8.8万那就太少了，我们这边都是30几万起步的，真的。你别把别人吓跑了，真的就是这样的，没逗你们。我也觉得我们这边彩礼太贵了，真的。对，确实是这样子的。对。谢谢喜欢，谢谢喜欢。口红没有啊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天的，不带货啊，家人们。对，我怎么打不开乌之末直播间？我教你啊，你点击他的头像，他现在不是下面有个头像吗？右下角，就是他坐在那里的那里，你点开那个头像，然后呢，你就。点开他的头像，进到他的主页，然后再点开他的头像，进到他的直播间就可以了。你可能是不会进他的直播间。对，也可以给我点个关注，点关注我直播的时候你们都能看得到呀。对，点关注加粉丝团，然后姐姐一开播你们就很快能够看到他了。不是双胞胎啊，不是双胞胎。对，现在这边说要
定了，但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去了。哎，我带了一个特效。啊！我看你们直播，可以的，欢迎欢迎。江苏蚕岭只有8万左右，哎呦，我们这边蚕岭太高了，真的。我们这边确实这个蚕岭确实也是个问题。阿伟准备50万，不然不嫁。那他得奋斗好多年啊，太难了。50万太多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两个人如果真心相爱的话，对于我来说，蚕岭其实不是什么问题。因为蚕岭的话，你意思一下就可以了，也不需要说什么几十万呀，对吧？30、40、50、60万这样子，有什么意思嘛？对不对？对对，我说你不要把我拉黑，我没有把你拉黑啊。这个，静文，我没有把你拉黑。我要是拉黑你了，你肯定不能在我的直播间里面说话了，对，知道吗？而且你想想，蚕岭这么高。如果以后把这些产品给了之后，受苦的还是两个过日子的人。对呀、啊，你还得去奋斗好多年啊，真的、嗯、太难了。嗯，我们这边最多是5万，好羡慕你们那边呀、啊。但是5万也太少了。7、8万到10万左右已经，我感觉15万以下的话已经可以了，太多了也确实不行。对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15万以下是合适的那种、嗯、对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但是30几万、20几万确实太高了，农村里面哪有那么多钱呀？农村里面很多这样子的话，一直这样子，很多人都娶不了媳妇了，真的，这是实话说的。对。哎，不要再说了好吗？什么把你拉黑了，你要是没有东说西说的，他们肯定不会拉黑你的，人家管理员是很尽责的，真的，他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，就是这样的。对，而且什么，我这边的话是我直播间设了管理员拉黑的，就是管理员在直播间里面盯着，谁在骂我们什么，就是一个劲的去带节奏诋毁我们的那种，他们会拉黑。对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你是一个铁粉吗？那你是不是哪天说错话了呀？娘家还得配奏是，哇，有嫁妆是这个意思吗？汉族的话就是嫁女儿是要贴很多钱的。我们彝族不一样的，我们彝族你嫁女儿最多就给你买一身衣服，就是彝族服装10万块钱，对吧？2、3万块钱、嗯、4、5万块钱就买一身衣服，就这样就可以了。其他什么都没有啊。对，比如说我们彝族的话，怎么说呢，其实彝族现在虽然先进了很多，但是还是有一点重男轻女的那种观念在里面的。有，肯定有。对，这个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。比如说啊，比如说你娶个老婆，你的老婆只生女儿啊，比如说生一个可以，两个可以，超过三个的话，彝族如果说三个都是女儿的话，他们会就是那种排斥，知道吧？他们就想要个儿子，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，就是女的生了好几个女儿，就是女的，所以说就是女孩嘛，女儿嘛，比如说生2、3个女儿，人家就离婚，离婚又出去娶媳妇儿，这样的也有很多呀。对，因为彝族就是我们彝族。那个传宗接代是男孩子嘛，所以说他们更看重这一点，所以重男轻女也是这一点。对，还有在彝族人的观念里面，以后养老都是男孩子，女孩子的话嫁人了嘛，她要去养别人的父母那些。对对对。我们北京没有彩礼的啊。哦，全国都是这样。对，其实不管是彝族也好，还是汉族也好，还是其他民族也好，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那种观念嘛，所以说有些地方他还是会重男轻女的。重男轻女的地方很多，包括我们彝族也是有很多，偶尔有那么几个，他们才不会去管这些，但是很少，真的。
都是重男轻女是吧？你们那边也是这样的是吧？反正我们这边就是这样的。女孩比男孩好，因为对于我来说，我觉得不管是女儿也好，还是就是儿子也好，对不对？男就是，我觉得都是可以，都是一样的。你好好供他读书，对吧？把给他社好一点的社会条件什么的，我觉得还是一样的。但是很多人是不会这么想的。对，要彩礼就没意思了。那你不要彩礼的话，像就。就像我们彝族结婚，你要分你的亲叔叔，就是拿钱给他，你还要分给你的舅舅，你还要分给那些送就是送亲的人，反正分的钱特别多。你要是不要彩礼的话，这些钱都得你家里面去贴，你拿什么钱贴？对对对，没办法的，彩礼这个事情。但是就这样子的。你分的你嫁的时候你分出去这么多对吧，包括就是介绍的那个媒婆嘛，就是对中间那个人他也会比如说一边拿个10000，相当于两边就是20000了，就这样子拿的。拿了之后以后你要是离婚了赔钱了，你翻倍赔或者你赔了多少钱是你自己赔的，那些钱是不会退的，他们就这样子要了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对，你哪天离婚了，人家不管你生了几个孩子啊，只要你离婚你走了，你都得照样赔钱，给你多少你就必须得拿多少来还，就是这样的。而且你分给你亲戚那些钱是不会给，是不会再给你了的。对对，就是这样子的。云妹姐辛苦了。这是一个我们的风俗习惯，也就是我们彝族一个就是彝族传统嘛，这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，好像是从我们记述到现在一直都有这个，包括以前我们的祖先那一代都是这样子的，所以说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事情。对对，你们祖和我们苗族都是一样的，你们也是这样子的吗？确实啊，苗族他也是少数民族，而且我觉得苗族的服装差不多跟我们彝族是很相近的。嗯，对，为啥要给舅舅？舅舅和叔叔都要给的，这些必须要给，而且舅舅和叔叔给的都是要给几千块这样子，不低于5000以下啊，5000以上，就是这样子给的，一七八千八九千这样的。对对，一边就是给这么多。然后反正分这些分那些的分的比较多的。对，不分也不行。不分不行，这是规矩。如果说你比如说像我这样子，我嫁人了，我不把这个分给我舅舅他们，不分给我叔叔他们的话，相当于就是感觉就是没有舅舅那种感觉，知道吧？就是不要他们那种感觉去了，就是我们一个习俗，所以这个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，必须要分的。对对，但是舅舅和叔叔他们也会还一点回来的，就是随礼嘛。随礼，他们也会随礼，就是不是全部都一样的。对，也就是比如说他们随礼随我们几千块钱或者是多少2000-3000对吧，以这种方式，然后我们也会给他们，我们给他们6000-7000-8000，就是相当于就是这样子给的。对，改变风俗习惯呀，一般的话我觉得该给的还是要给的。对，而且给的也没有那么多，差不多就可以的。他们都拿不是拿着我们的钱去随礼的，他们这个钱是他们先给了之后，然后去男方家那个时候，然后后面才分给他们的，就是这样子的。不是说他们拿着这个来给我们随礼的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以后又不会多来往的，干嘛给舅舅？还是会来往呀。而且比如说家里面出了什么事情，我觉得舅舅啊他们都是第一时间出现的，就是这样的。我们彝族跟你们不一样，我们彝族的话比如说我们家出什么事情，就是第一是我舅舅和我叔叔他们会站在就是站在第第
对对，对对，第一个站出来的肯定是叔叔和舅舅。对对对，就是这样子的。不，他们不会说，他们不是不会不管我们这样子，知道吧？对，哪怕你出任何事情，他们都会第一个站出来的，就是他们。对，其实我们彝族是很团结的，真的比较是，重情重义。对，是，就是一个很团结的民族啊。你看，我拿来扶我的膝盖了。对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的话就是舅舅和叔叔他们，比如说不是很亲那种，不是你们觉得这些又没有什么来往，又不是，其实不是的，我们就跟自己的爸爸和妈妈是一样的，相当于舅舅就是像妈妈一样，叔叔就像爸爸一样，就是很亲，一直都是这么亲的，知道吧？对，你们那边还是传。